想吃哦。哇，这杯。大家，你猜它是好看还是好吃？我觉得这件很好看。这样脚会痛吗？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耶、yeah, 你看我们到了，走路只需要两分钟耶。可以自己拿盥洗用品，然后还有，哦，这个是泡澡耶，好棒哦！哇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可以打开两个行李箱，然后，哇，有一个落地窗。一个小衣橱，然后一个浴室、浴缸，单人的洗手台。那厕所呢？先生，请看一下你旁边的门。我觉得它很酷哦，它的充电超级多哎，我觉得很贴心。然后再来是它有一个加湿器，就是进来呢，好，开关就是大门。哇塞，车子里面有钢琴也太酷了，买一台给我。钢琴吗？也可以。哇，这声音太疗愈了。我点的是 half half， 就是黑麻和牛跟章鱼什么锅豆腐锅之类的。然后你的是什么？银座鸡。银座鸡做自制加鸡啊？对，所以你刚刚说哦，自制加鸡很好，那再来让我喝一口，今年需要加鸡。啊？有人说什么？美不美，韩不韩？真的是美。我们在东京的第一层。还好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你是干嘛脸抽筋啊？好可爱哦，我可以自己听要来的早餐时间。
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take your seats.可愛いね。啊，好喜欢哦。好好装啊！我觉得这件很好看，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长度怪怪。好吧，算了。好想念美国，什么时候带我去纽约？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到纽约了。拜拜。开始有好看的，一开始好看，然后这个是黑色的煎茶，有 screen tea， 嗯，为什么那个颜色？很特别的味道，什么味道？烧焦的绿茶，就是一种炭烤口味，也不是，就是一种 很灰色的味道。哎，完蛋了，很可怕，我觉得那个硬度不对，对，而且还是冷的，靠近一点，再靠近，管它。而且里面是有限，哦，有一点点奶油线，靠近起来。还没吃吗？对，还没吃。四百四，管它。好，不用多说了。不怎么样。很好看。就是你这种人。那个不用开，那还没吃，管它。好大，哦，很好看哎！我喜欢这个柜子，我觉得柜台很好看。
脚会痛吗？不痛。撞傻。饭店楼下有一家叫做银座体，是昭和七十五。昭和50年就开业了，然后听说拉面跟饺子超好吃。为什么要在风中？为什么在风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在风中？为什么要在风中？你什么？你帮了？真的，你才喝两杯啤酒，你好夸张哦！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 KK。今天是2024年的2月初，这一次呢，我来东京待了好几天，那温度非常的低，我每一天呢，因为钥匙在身，所以我都要走到快20000步起跳吧，再多不知道。然后每天我都觉得我的小腿酸肿到要爆炸，我的腰要断掉了。可是你知道，就是会。一直走，我不知道东京就是有这种魔力，让你整个人就是会不想停下脚步，因为你想看的东西真的太多，想吃的东西太多。然后好不容易晚上回来到饭店之后呢，就觉得你要爆炸了，然后会真的会痛到不夸张，痛到没办法睡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说在趁着我直接来东京，然后让你们看现在真的是一个我的脚底整个发红，然后小腿整个肿到不行。我很少哦会有那种小腿就是肿到这种状况，真的只有东京有，东京限定萝卜腿。我说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呢就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怎么样在2分钟内呢，可以让我的小腿恢复弹性，脚底得到解放，不然我明天要怎么下去啊？我觉得我快疯了，受不了，我就要开始为你们介绍我的小腿消肿自救小法宝。第一步呢，我只要一回到饭店，我就会立刻喝掉一瓶水，再喝。首先呢，我会拿起我的蝴蝶结脖夹，还有我的内心棒，对，这个都是我本人的专利哦。好，那先让你们看一下小腿的 before。哎呦喂，不要吓到哦，不要吓到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这真的是已经怎么样都按不下去，真的按不下去，肿到不行。然后真没办法，我真的觉得在日本就是会肿成这样。所以你们现在来先拍照，记住这个小腿的样子，来记住这个脚底。现在你看我脚趾头还是粘在一起的，因为它整个是超紧绷，僵硬紧绷。怎么样在2分钟内，再来在这里，2分钟内呢立刻获得就是小腿消肿、脚底解放。首先呢，先把蝴蝶结脖夹就这样夹在。夹在你的小腿，它是刚好它中间的凹槽，就可以卡在你的小腿跟大腿之间。然后呢，把它这样往后搬，放在这个位置，在床上使用也可以。然后呢，就往后坐下去啊，不要客气，就这样停。然后你可以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再一次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那你们再看一次哦，它就是直接这样子压下去，对，就直接尽量让你的屁股往脚跟坐下去就对了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把你们发现我现在屁股跟脚跟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一开始是不可能坐下去的，因为你的小腿消肿。好，第四个吧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没有看到我的臀部坐下去了？哦，放开，哦，来，立刻，话不多说，搞不好不用2分钟哦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小腿？你看我坐一样位置，刚才腿放在这里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小腿？然后立刻。它现在变松了，它变 Q 了，刚刚超硬的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换另外一只脚。你可以这样子帮自己记得，就是呢，你看小腿一样，肿肿肿肿肿，胀胀胀胀胀，我连脚脖子都不见了。放在你的膝盖跟小腿的后方卡住，然后呢，先把它往后搬，再来弯曲你的身体。好，
往后坐。然后一开始的第一次，你会看到臀部跟脚跟之间的距离会微大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，就是请一个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可以靠近了？代表你的小腿正在恢复，就是它的肌肉正在恢复弹性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往前一点，让你们看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到第四个要坐下去了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呜，来。看，有没有看到差别？立刻就可以消肿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你要拿起呢，它的两侧有看到吼，两侧这个是我的专利。然后呢，它是对称性的，可以同时让你的身体啊疲劳得到舒缓，然后肿胀被排除。